起穿几副吧。李明强，这画像上的男子怎么不在这儿啊？我是为了他才来的，怎么没见到他人啊？他当然在了，你们进去就能见到了。去吧，里面请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楚月，你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嘘，别出声。这画像上的公子在哪儿啊？把他找出来呀！去哪了呀？在哪儿？这些女子太烦了，我在这躲躲。你这是干嘛？你都快把我憋死了，没有你就不错了。我新衣服。这是你自找的。哼，跟我出去。我不去。哎呀。你身为咱们第一枚的大掌柜，有点主人翁的样子，好不好？嗯，不是我不想去，是这些女子实在太……准备了很多的精彩游戏，大家拿好号牌，一步前听，好吗？下面要进行的投壶游戏，不知道在座的公子都会吗？玩过，玩过，会会会，玩过，不会，我玩过。期待，嗯。那我就自告奋勇，给大家开个头。全场应该没有比我分数更高的人了吧？既然如此，我选择第一枚的上官姑娘，同我一起穿吉服。哇！上官小姐，上官小姐，上官小姐，等等。白中了，这是让一下，你上来干嘛？莫非你也想选小雅？在这种场合寻思不太好吧？我不选她，我选你。什么？两位公子实力都很强，既然如此，咱们换个方式决胜负。规则很简单，这球谁抢到谁就赢。先说好，打架是不可以的。三、二、一，
见了。掉下来了。掉下来了。这球还没下来，这样吧，算你们平局，一起穿几副吧。去哪儿啊？我选的人可是你。画。Thank you.